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三轮第二回合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周贺阳老师，周老师好。校长你好，各位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季后赛第三轮第二回合中，国旅联合厦门队对阵龙源名城杭州队的快棋战，由彭丽瑶七段对阵乌光亚七段。对，应该说这两个棋手呢，在第一轮中他们俩已经遇到了，非常巧合，在第二轮中他们又相遇，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对，在第一回合当中是彭丽瑶七段战胜了乌光亚七段，那么此番再度交手，究竟是乌光亚能够顺利复仇，还是彭丽瑶再下一城？两位棋手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可以去看一下。2019年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三轮第二场，国旅联合厦门队彭丽瑶对阵龙源名城杭州队乌光亚，快棋比赛现在开始。这盘棋呢是彭丽瑶是拿黑棋啊，应该说第一回合呢彭丽瑶拿的白棋啊，赢得非常干净，这个利落。这个比赛呢，因为他们是排台次的，所以说正常的比赛我们是要现场抽签的，但是这次呢是因为是已经排好了这个台次，所以是不是才先黑白已经提前确定。对，这是彭丽瑶棋段。对，他在本个赛季呢也是拿到了10胜6负的好成绩，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围甲联赛当中。那他的对手呢乌光亚也是有8胜7负，胜率也是过半的。对，应该说两支队伍的好成绩都离不开他们俩的发挥。对，应该说他们两位呢都是应该是各自队中的应该是老大哥了，应该是。对，这两支队伍都很年轻。对，但是他们在队伍里头，他们两个的年龄应该是算大哥级的这个人物。是，但其实乌光亚是90年的，是90后，然后彭丽瑶是92年的。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年轻。两个人下的还是很谨慎。对。确实黑棋第五手棋应该是会考虑点不点33啊，现在果然是点33了。是，现在是最流行的一个定式。对，现在是走星位是非常多的，也是最流行的这个开局的下法。然后基本上点33也是现在这个最流行的下法。白棋是挡在外侧。对，那周老师您说，我看高手们哈下星位的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下点33也很多，就是说这是一个他其实也不怕，就是最流行的一个下法。对，因为现在应该说这个阿尔法狗出现之后呢，这个我们围棋已经进入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然后我们现在的布局，其实现在最顶尖的高手学习的这个布局的下法，主要就学习这个人工智能的下法。所以现在人工智能都是点这个，所以大家研究的比较透彻。那看起来就是这个定式呢也应该是双方均可接受。对对对，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会看到一种下法渐渐消失。对，其实简单的长一个，这是点33最简单的一个变化。是是，最简明的一个。是，接下来黑棋比较常见的是二路飞一个，当然也有跳，也有爬。他果然是话音刚落跳了一个。对，跳一个是必须要在争子有利的时候。现在跳一个呢，白棋是明显是留有冲断，这个形状应该是就是明显留有一个冲断。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黑棋的要领就是白棋断哪边呢，是白棋一定黑棋要吃哪边。这就是如果断外面，这个黑棋要吃外面，这样是一个转换。如果断里面，黑棋是吃里面，
这个地方是一个要领黑棋，但是实战白棋是没有冲断啊，它是先啊，白棋也是点三三了，三点一个三三，三点三三，是，刚刚说的征子就是周老师讲到断里面的时候，黑棋吃完以后，这个子不能被征死，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是还是选择飞就好了，是。我们看他们，点完三三，他是挡在，也是挡在这边。那周老师像这种场合的挡哪边？我们现在有什么说法吗？我觉得应该是挡哪边都可以，挡这边、挡这边，对对对，应该是个人的喜好。但今天两位棋手都是挡在这边啊。那可以预见到接下来肯定黑棋应该会有一个先手，他会不会在下面？现在黑棋也是长了一下，简单长了一下。那是不是也说明今天两位棋手都挺慎重的？对对对，就没有选择我们熟悉的复杂的变化。这个应该说是有点像一个模仿棋。如果白棋现在还是跳出来的话，就是模仿棋了。对，白棋率先变招，吴光耀是走了飞。对，这样呢，应该说，黑棋那边跳和这个飞稍微有差了一点，是吧？这样黑棋又加补了一手。在这个地方。加补了一手。这个棋形虽然说还是比较独特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人工智能的具体这个布局上的一个下法。现在是白棋是必然会占下面这个好点。对，看上去这个过去的我们的理念是不是觉得之前黑棋这手棋可能在这一带是，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好点，这个猜的这一双方的这个厚薄和这个消长的要点。对，但是呢，现在他因为这地方差了一手棋，所以他补了一个。对，先把这个自身加强。对，白棋是猜的也很温柔啊，他是猜的缩回来一路。应该说猜的是，比较想占这个中间点。一般我们说这种中间点是绝好点，但黑棋现在这个头比较硬，他应该是担心这边有打路，他这应该是担心对方有打路，所以呢，他是回猜了一下，这样你再打路呢，他这样可以把它尖进去，这样你这个子儿不好跑，这应该是他的本意，所以说黑棋呢也是走完之后，黑棋是脱先了，他是挂了一个，挂角了，挂角现在以前的下法老下法是肯定是会硬一个，但现在呢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呢很少是硬这个啊，这个还是硬了一个，还是硬了一个，对对，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呢，这个双飞燕呢是是下的越来越少了，以往呢我们学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说双飞燕啊非常大，特别严厉，比空角有的时候都大，但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呢，它经常是就等着你来双飞燕，对，就是好像新锐的这个挂角就不再是绝仙了，对对对，实战这个吴光耀还是很冷静，对，其实搬在这儿，搬完之后搬在这儿，搬完那看来是要走一个靠的组合拳吗？这个棋白棋应该下一步肯定是要搬二路，这样黑棋应该是会靠下来，对，这也是现在这个定式的一个常见的后续，对对对对，白棋还是在思考，正常情况下他是应该是要搬进去搬的，对，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每方30秒一步，所以他可能也是稍微的争取一点时间来考虑后续的变化，对，因为这个快棋赛这个是可以利用时间，这个读秒的时候呢可以等到20秒25秒这个你下了之后呢他又得重新来计数，所以说很多比较这个谨慎型的棋手他是喜欢到最后才落子的，对，白棋没有选择下，这个也是一个下法，他是选择了另外一个定型，对，比较常见的是应该是冲过来，对，这样黑棋是断，白棋呢如果吃呢黑棋就打下来了，当然有这个反击，这个反击是也是很常见，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对，之后跟这个征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但这盘棋白棋应该是征子有利了，这个应该白棋可能征子有利，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下法，但实战他是没有走这个，对，实战白棋是选择把子走在下边，对，那么相应的黑棋就把
自己转到右边安定。对，应该说这个下法呢，可以这么看啊，这个也是一个老定式，哎。这个是一个以前点三三不是这个三三尖冲的定式，黑棋这两步棋呢肯定是明显很损，哎，这是两个大恶手，但是白棋这步棋呢也损的很多，所以这个所以说也是一个现在也能看成是一个两分的定式啊，双方都损了几下，嗯，是，现在白棋是把这个飞起来了，下的很，双方下的还是非常冷静，我觉得，嗯。那周老师，这两位棋手您看有什么特点吗？应该说他们两个是都是90年代的棋手，哎，他们因为现在我们慢的这个00后起来了，这两个都是他们的，应该是在各自队里都是老大哥了。嗯，然后他两个人的棋风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似的，我觉得。嗯。彭丽瑶的棋风我觉得比较有力量，哎，相对而言，比较有力量。吴光亚的棋风是属于比较，我觉得是大局型的棋手，哎，是大局。感觉比较好，是的。那其实刚刚周老师也提到，其实第一回合的时候快棋就是这两位棋手出战，那可见他们俩其实快棋功夫肯定在队内也是比较出色的。对对对，嗯，快棋赛肯定是最应该正常是最先出结果的，嗯，所以说队里的教练肯定是希望他们能为各自的队伍是取得开门红，先下一城，白棋是压，对。但是第一个回合呢，应该说是彭丽瑶是下得非常好，哎，他也应该说是从开局到这个中盘，一直属于压制住这个吴光亚了，应该说，紧接着他们现在是应该前天刚下的第一回合嘛，今天是第二回合的交手，这个我觉得今天对吴光亚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是第一盘输得有点脆，不过所幸好消息是吴光亚这盘可以直到白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AI 通常给这个白棋的初始胜率达到了接近60%，所以说如果在双方都很平稳的布局推进的话，对白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对对对，现在白棋二不漏，哎，下的都是中规中矩啊，白棋也是靠住呢是走实地最好的下法，这个是走实地最好的下法，如果并呢是攻击型的下法，如果是扎丁是攻击型的下法，靠呢看，彭丽瑶的棋风还是比较喜欢实地的，然后先把实地抢完之后，再跟对手这个拼住这个实地之后，再跟对方进行绞杀，很华丽的一手棋，这个像吴光亚的棋风，吴光亚的棋我觉得还是很有才华的。下得很漂亮这步棋，我们来看一下，白棋靠了，嗯，这个呢应该说是适应，想问问黑棋是怎么应对，有点适应手的这种棋，黑棋呢，如果他从这边搬呢，他肯定是要从这边搬下来，对，这样你打我就长出来，你从这边搬的话，我是从这搬下来，应该是这样，现在黑棋呢是冷静的是退回去了，那这一下交换，周老师觉得白棋有便宜吗？也不好说，就是黑棋也全毛病也是全补住了，但是白棋是外面多了子儿，也是有舒服的地方，还有还是要看后面怎么去利用这一下交换。对对对，但是碰完之后比较意外啊，这个棋这个吴光亚是用掉了一次这个保留时间啊。对，因为仅有10次啊，对对对，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是这个用掉一次，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个还是属于有点举棋不定的感觉。对，而且也暴露出就是他碰完之后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一个计划。对 对他也是在现场考虑。现在两个人还是非常的下得非常的这个谨慎，对，因为今天第二回合就决定胜负，这个各自队伍的最后胜负了，是获胜的队就可以晋级决赛，所以对这两个棋手来说是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是，而且第一回合也打成了2-2嘛，是是，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每一分都很关键，对，白棋还是下得很厚实，好，选择了长，这应该是最厚重的下法，
围棋应该说还可以继续往三路爬，哎，喜欢实控的话可以继续爬。嗯。应该说现在爬一个应该是不错的下法，我觉得他会爬。对，因为爬完之后，那白棋之前的漏一下这个交换看起来就不是选择了更看重中府。选择这个。可能也是想间接的对白棋下面的这个模样有一定的限制。对对对，现在黑棋大概拐这个还是有点要限制一下这个白棋这个模样的发展。下面这块，白棋这么走也是有扩大模样这个下法，所以两个人还是在这儿斗智斗勇啊，白棋跳啊，应该说这个棋白棋是非常注重外势，那黑棋交换了这下拐之后，是不是？就对于边上也会相对的看清了，对，这样他肯定是不会再爬了，哦，这样他肯定是不会再爬了，哦，所以黑棋是虎在这儿，他抢个先手，把这个白棋之前的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对，现在应该说下到现在的这个布局，应该说两个双方啊已经可以说是把这个开局啊已经是大致上是已经固定住了，黑棋是明显是取地，白棋是要经营模样了，非常符合刚刚周老师说的这个风格。对，相对来看就是彭丽瑶更酷爱实地一点，而乌光亚有点厚积薄发，先积蓄力量的感觉。对对对，现在白棋封住，白棋这个棋下方这个模样还是很可观啊，从棋形上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漂亮。对，但是呢黑棋是肯定是要进去的，对，黑棋选择在这个位置，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手棋，这种棋是走在这儿呢是一步不错的一个下法，现在白棋压出来，黑棋正常是要扳头的，二字头还是很舒服的， 对， 对，这个正常是要扳头的，这样他如果扳就把它断了，这个棋形扳就把它断了，白棋面临选择，如果是这种，这样就再打了压出去就完了，就顺势，对，寻找到了头绪等于黑棋，是。现在黑棋，果然是搬了，这个棋有搬住的心情，现在那白棋也没有退路，白棋也是下得非常强硬，黑棋是希望白棋这么猴一个，如果你猴一个呢，就轻了，对，你棋形上是非常难看，这样下，所以白棋是弃和要搬，但这样来呢，黑棋是肯定要断的。既然搬了，黑棋只有断了。连搬有可能性吗？不太可能。在现在这个场合，对连搬的话，你这个掉进去这个子儿就没有用处。有点兄弟打架，不要之前这个兄弟。这步棋有点出乎意料。看上去是以为双方这个正面要作战了。对对对。选择了一个。这步棋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这样呢，白棋外面虎一个是，眼见的好形。对对对，黑棋下来之后呢，白棋虎一个是好形，对，这个地方白棋虎一个好形，从心情上，黑棋是很想刚才断上去，对，大概是这一点，不知道他的担心是什么，白棋也是先搬一下，这是白的权利，这样白棋搬一下，白棋搬完之后从棋形上是非常像虎这个，这样断是应该是我把你打死了，这个是能你断不了的，对，这个没有断，所以我把这个虎住，这样这个两个下交换不一定便宜，所以正常的话搬完之后是想断，如果不搬呢，你说直接下来，有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个搬一下未必便宜，对，确实这手棋之前黑棋的这个深入敌营还是有点意外，因为白棋虎柱应该是我们就很喜欢下的一个很饱满的棋形，对对对对，虎一般都是好形啊，很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棋友们，如果你下棋啊多下虎，这种棋虎绝对是好形，这样你一般走出好形来说的话，你肯定效率比较好，对，那棋的结果肯定也不错，那现在黑棋的计划就是准备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看能不能活到白棋的这个模样里。
应该说今天下到现在啊，应该都是比较符合两个人的这个棋风的。对，这个彭丽瑶是属于，就是说按我们的话说，就是先捞后喜，是先把实力捞足了，然后再来这个制孤。当然这个就看两个人谁的枪快还是谁的盾厚啊。对，也是针锋相对。之前我们也说乌刚亚其实也比较喜欢这种厚重厚积薄发的棋。对，那现在就来看看两位棋手在下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锋。白棋正常是要长一个的，这个棋黑棋是不能让黑棋虎下来，这个虎下来是好行，所以白棋正常是应该是要长的。这看上去现在白棋周围的子力比较多，应该是可以下的强硬一点。对，黑棋也就是顺势挡下来。这个挡下来之后，这个段，对，这个现在有段的可能性了，这个地方，尤其黑棋这边还有个段，他这个你打，这个立很有可能是先手。对。这样一立，这个地方有先手，这有个段，所以现在白棋正常是要补这个了。对，白棋有可能会虎一个补，这个就是当初他搬的用意了。他现在又可以考虑虎在这儿补，虎在这儿就等于这样就等于没有了。对，眼型也比较好啊，他是补在这个外面啊，补在这里，间接的补一下，间接补一下。这样呢，他觉得这个段应该。段好像是似乎也有啊，这个对没有防住，但他的意思是现在要跟你转换吗？你可以看一下，对，因为有这个打吃的话，这个加是不成立的。对，我们现在看段好像是可以的，但这样呢，就有可能白棋只能这么进行转换了。这样看下是一个判断，黑棋收获也不小。对，像是这样。而且白棋这个地方，白棋应该这个吃是先手，可以补在外面了。对，这个可以补在外面。但是黑棋还是先保留一下。看上去却白棋吃的也比较可观。对，可能暂时这个断点。但是这个地方明显是白棋还是欠了一个断，下到后边的话是黑棋是有断的可能性的。对，黑棋是搬外面，他是先走外面。这个地方白棋是留了一个毛病。对，白棋是打吃了，下得很果断。打吃这个黑棋肯定是要粘上，这个应该不用多想。看上去周老师是不是感觉白棋的棋形好像更舒服一些？现在肯定是属于白棋采取攻势，白棋现在是攻势很凌厉啊。但是黑棋呢也是有个好处，黑棋的实力还是很多，因为这个角很大，像这个，一旦处理好了的话，对，时控上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对，这个就是要看制孤的情况，现在。从白棋的角度肯定是攻得很舒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是作为白棋一方是最舒服的，这最主动的时候。对，但是如果攻完之后，就看你的这个实地上能不能进行比较好的弥补回来。对，掌握好这个尺度。对，能不能把自己之前在时控上的劣势追回来。对，尖在这儿，尖在这儿，看上去是一个挺拿捏棋形的选点。这个步棋像是不好棋，这步棋下的挺好的。现在白棋呢，它本来它是希望你现在我们一般说虎是好棋，但是现在虎呢未必好了，它一打之后还有一个断打，它希望你粘回去。这样粘回去呢，你这个形状总是难看一些。对，如果下成这样，它有可能是它这个顶是先手，它有可能是会连扳过来了。这样你打的时候，我先顶掉吧。不知道，这样顶掉的话，顶掉可能比较不知道他能不能连扳，连扳他有可能这么。白棋也有可能要跟黑棋拼命。有可能还是不能连扳，只能再唱，这样他尖掉一下，棋形还是不错。对，总之眼位上是更丰富一点。是，他现在如果不交换这一下，单长他应该是讨厌对手这一家，这个黑棋的眼位会差很多，所以他尖掉呢，应该还是时机非常好的这个时机，所以把它尖成这个形状。是，现在对。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看，可能就会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先手。对，尖在这儿是不如实战这个尖在这个位置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尖到一下黑棋这个地方的棋形还是非常敏锐。对，尖在这儿比尖在这儿强，这明显强。因为它这个顶还是先手。对。这个地方应该说黑棋整形整的是正确的。这样。看起来白棋好像黑棋慢慢的就快安定了。对。
这个棋应该说下面应该还有一只眼，这个可以点力，应该是有眼型。嗯，就着急的时候。嗯，是有眼型的这个地方。嗯，对，白棋如果破，黑棋就立下来。是是是，他搬这儿的话，我就是往上贴，这也有眼型，这应该有眼型。啊、嗯，如果这下面有一只眼的话，应该是活棋是问题不大了。嗯、对。二十。嗯，白棋还是把它先压过来。先封住。先把它封住。嗯、就是虽然你这个点呢，因为本来你正常应该打拔收官啊、嗯、你点一个活的话是有点难受的。对，哦，黑棋实战是脱先了，我看见这个棋有点厉害、哦、这个正常我们是觉得应该怎么也要做活一手啊，嗯，那太狠了，但这棋敢脱先，他实战是脱在上面了。哇，这个对白棋来说这个黑棋有点太艺高人胆大了、嗯、对对对，这个如果成立的话，那白棋这串攻击肯定就失败了。对，嗯，这个地方白棋以后应该要把它至少吃掉，它是最好。如果就算吃不掉，那要把它收刮的比较惨才行。对，但是我看出这个彭丽瑶下那个托是非常果断的。像这种棋，我们一般会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死活题，嗯、会如果脱先的话，会要花一些时间要仔细看一看。但是彭丽瑶我看下的非常果断，一次都没用，就上面戳了。所以说他应该是胸有成竹，对，很有自信，就是说这块其实死不了，嗯，嗯，我们现在能知道，就是这肯定是有一只眼，哎，这样就是白棋要吃它，只能要，就是要把上面限制成一个眼，然后再灭这个眼才行。对，嗯，这个任务确实也有点艰巨。不过以后把白棋逼急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手段，其实也。这个地方我猜测啊，应该是没有算那么清楚，尤其快棋的时候啊、嗯、应该也是一种感觉，对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觉得死不了，哎，先捞了再说。 嗯啊，我们看他下的还是挺快的，搬了一下这，嗯，白棋也是争取了一下时间、嗯、对，然后再搬这个，嗯，搬他的头，哎，这个头也是还是挺大的，正常黑棋是应该长的。嗯，对，白棋搬是再加啊，终于出招、哦、加在这里，加在这儿，加在这儿的话，就是说黑棋现在如果打出来，嗯，这样的话，如果走这个，它是要往里头破眼的，这样你的眼位就少了。对，你被我先手破掉，活不了。对对，这样黑棋危险了。这样如果是这么下就危险了。嗯，黑棋是现在肯定是不能翻打出去，肯定要忍回来。嗯，这地方黑棋下的，我们说是有点下的是有点撑的啊。这个棋又脱先，这确实是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是吧？嗯，正常还是应该长一个。嗯，对，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手棋。对对对。现在黑棋是有一定难受啊，他应该是不能、嗯、很想打出去，但又不能打出去。对，大约是只能粘回去了。那粘回去、嗯、这个地方的黑棋的眼型也有点小，哎，这个地方在、嗯、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下个最笨的啊，嗯、这么冲。对呀、啊，白棋就交换清楚，哎、下面再补一手，下面随便下一个就行了。嗯，这个好像是死刑啊。对，这个棋确实彭丽瑶下的有点，我们说有点太拼了，这个拼命三郎的一个状态。对，这步棋现在黑棋是应该是遇到一点困难。嗯，也很犀利啊，白棋一下子。因为那步棋不抢是没问题的，那个就是单纯的一步很大的棋，嗯、就是你说二十目，就是一个二十目，但你说硬一个完全没问题啊，就是你本来是活的也很清楚。但是还是要去抢那个大厂啊，这个棋，确实是有点过分。嗯，对，就有一种什么都是你家的，对 对，什么都没有给白棋的感觉。嗯，我们看，现在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计时钟，彭丽瑶在这地方花了两次时间，应该说、嗯、有点棘手。对，他另外一个他脱先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轻算，这个棋、嗯、有点冲动了。对，这个地方他至少是没有算清啊，按理说他应该。去抢的话应该这边是算清了才敢去抢。对，当然这也是快棋的魅力，有的时候往往就自己的感觉觉得没问题就去下上去了。对，就一念之间的选择。 这个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这地方是有一只眼的、哎、对、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黑棋中央这个子都不敢处理了，就得想办到下面想办法，还是
而且这个点是损棋的，哎，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前面抢的木啊，到后面这个你对方后有什么作用？这就慢慢白棋，你看后就这个黑棋在点这个，把这关子都在损回来。是的，嗯，所以我们经常下棋会有先中后或者后中先的下法，黑棋整个下法现在就是属于先中后，哎，现在要还债了，有点惨，嗯。那还是用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哦，白棋没有冲这一下，没有冲这一下，对，这冲对白棋来说是撞气的。现在黑棋呢，就是说上面已经有一只眼了，哎，然后呢，下面我再捉一只眼，就这样就算活了，对，20。嗯，这个地方应该是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说的有一个。我们有个棋界的一个经典死活题书啊，叫发扬论，这个空间还是名声在外的一个非常难的死活题。哎，白棋脱先了。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计算比较复杂，所以我看吴光亚是先脱先，先那个，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下吧，就是说这地方我没算好，我先在外面下，这样呢我就可以再花时间再算。你看他的头啊，能看出来他还是往他的眼睛还是盯在这边的。因为这边如果白棋一旦是有手段把黑棋吃掉的话，那这盘棋就已经可以说是一击制胜的，对对对，就一下就赢了这棋，嗯，所以可以看到白棋搬完以后，黑棋虽然也是很快的跟着应，但我想两位棋手的眼神都没有离开过下面这块死活，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快棋的一个战术啊，去争取了一下时间。是，另外白棋呢是就是也不肯花时间在这地方算啊，因为万一算了最后是也吃不掉，你白花这个时间他就觉得有点可惜。对，而且您用时间就是对手也在用时间，是是是，对，所以这个地方两个人很巧妙。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黑棋这个顶啊应该是一直是有个先手的，但是他没顶，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成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白棋是应该是走不到这一线，我因为这样黑棋挖回来了，这样才可以挖过来了。就是如果你说你只能吃到长或长吃这儿，它就是走到这一线，这是有一只眼的。你只要不能走到这一线就可以，这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算路。对，现在就是在看，因为有一些妙手有没有可能通过巧妙的次序。对，简单一点就是吃这个，吃这个是肯定是黑棋一顶，然后再一并，这就活了。这个就是这肯定是有一只眼的。但是他不肯走，这一下其实很舒服啊。这个你看一吃，把它吃得很舒服，他只能缩回去，这个外面都吃住了，但他还不肯走。对，还是有更多的追求。但其实就算是白棋如果能先手把这个吃死，其实黑棋脱先的这手棋，白棋在中央也是有很大的收获。白棋还是决定还是先不着急，还是先走外面。对，上面的这个定型也是应该说 AI 就是人工智能出现以后的一个新的定式了。对，现在白棋正常是要长四路，白棋是要长四路的。20。还有一个喜欢实地的下法，当然是把这个子提掉。哎，如果提掉的话，被黑棋头上是要被打一下的。还是喜欢，还是想要实地，还是想要实地。因为下到现在呢，应该说是这个时候白棋为中府的可能性，应该也是有啊，但他觉得大实地还是更大一些。黑棋肯定是要打的，你不长我肯定是要打你的。现在等于就是20，应该说直观的看实控可能黑棋会稍微的多一点，但好像也没有多的很明显，其实白棋在下面还是有一定的目数，然后中间的这个后势黑棋未来是需要花手术去限制的。对，这个棋，打吃是必然的。打吃正常白棋也是就是粘住了，这个棋不用提劫是没有意义的。提劫的话，黑棋还有冲的。他是不是觉得下面有劫库？这个时候我有可能打劫，我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对，他现在因为这个地方他是有劫财的啊，我们吃不掉他是没问题，但是有劫财是。对，我这有个劫库呢。这有个劫财，有劫库。你如果冲下来的话，他应该是给你开到这儿了。对。你提的话，我就给你找劫。对，原本是出其无劫，现在我这有个劫库，你这块劫还能不要吗？是，对，所以他要撑住这个劫啊。这个，那这样对黑棋来说是比较棘手的。对。
黑棋啊，黑棋现在是那边不敢冲下去了，它是断在这儿。哦，也是先保留。它是因为冲下去是马上就要开劫了，它这个正好打不赢它，所以它也是需要找一些头绪，然后希望在别的地方能找点劫材。嗯，这也是挺狠的，嗯，比较狠的一手棋。嗯。这个地方，白棋正常是要这个子是要长出来，或者要这样长出来，嗯，要长出来。嗯，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地方是现在刚好吃不住。嗯，这个外面白棋自己这边是有破绽的，对，所以这也是、这个、打了对争死了，这样打了争死，他这样是夹不死的。嗯，所以白棋可能要出来应该是单长。单长呢，他这个长下你有点难受，他就是要，他是为什么他老不肯顶这下，他就是希望、必须得把这下用掉，你知道，你长完粘上，粘上之后，哎，我再来翻手，对，他再来顶这一下，对，本来你如果说先顶掉的话，这个棋如果你说先顶掉啊，正常应该是先顶掉，再断，你这一下是长不着的，比如走，你长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先在这外面攻你。对，先尖一个，这就是他的用意。是的，当然我猜测啊，白棋是不会让黑棋两个都走到，所以他现在要在想怎么让他卖掉这一下是很关键的。还有，这是围棋次序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断一个，说出来挺妖的这个棋，就是他要打个时间差，对，打个时间差。现在白棋呢也是遇到一定的难题了，他是要他怎么让他要不卖掉？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胡啊是需要要走掉一下，但是白棋呢、现在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定型了是很关键。就是比如说啊，我现在断一个，是很容易，就是就可以断一个。你如果走这儿，我一下吃，我再一下吃，你就没眼了。你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要顶掉。然后，但是这个呢，断先是损了，白黑棋甚至可以吃在外面了。这个是白棋损的有点多。但周老师这样，我把黑棋夹死了。对，你夹死了，但你这一下也损很多。哦，所以说他这个好像被唬在这儿也是。这个就得你要判断了，是你愿不愿意损这一下很关键。对，所以他这个下法呢，他现在断这个时机非常好。你如果一长，那他正好就是说我两个都走着了。对，这个对黑棋来说是最舒服的。所以现在呢，白棋是遇到一定的难题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如果是帮他想点办法的话，是有点。这个时期现在是有点难掌握的，这个棋。对。所以白棋来说是有点难受，30。我先吃，不过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先吃这个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先吃这个，冷静，因为你正常是要顶了病，如果你单病的话，我这样我是有这个再加进去，这样有可能转换。转换应该是，要不你打的他再顶。对，这个还挺巧妙的。对，这个时间差，他就是要打这个时间差。对，他还是决定单长了。就忍了。算了。这个地方吴光亚是花了不少时间，我们看即时中吴光亚只剩下五次了，这个地方他至少用掉三次，原来他应该是有八次的保留时间，现在他用了三次。用相当于是用掉三分钟，然后做了个抉择，是把这个子还是长出来了。对，这样呢，黑棋是应该会先提劫，然后之后就说我们两个长。先长这个啊，他也怕白棋可能，但白棋刚刚都没有用掉，其实。正常他应该先提个劫嘛，对，除非他现在觉得提劫都亏了啊，你提个劫是问题不大，但是他这个觉得太舒服了，已经迫不及待了。是的，他是希望你粘住之后，他再赶快顶掉这一下。这样感觉就是黑棋的这个还挺妖娆的，这个断还是有一定收获。这个黑棋是达到目的了啊。这样黑棋长完之后，这个肯定是要顶掉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保留的用意了。对，这还有保留，现在提。他觉得什么时候都能顶着，是吧？他觉得你刚刚都没有好手段，现在我也不怕了。
但刚刚其实周老师说的这个断，我觉得这还真的也不好判断，因为确实黑棋在中府这样断送死一个的话，也是损的足够多。那当然白棋这边的目数也是亏得厉害。对，黑棋要提说出来，这个你就可以提了，为什么要查完之后再去提啊？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下的有点奇怪，嗯。可能也就一念之间的一个决定。对对对，他这个我们说这个顶是很舒服的，但他现在还是希望先提，把这个保留一个劫财。嗯，白棋呢，就是说普通就是粘住了，但是现在他这地方是有劫财的。嗯，哎，所以他是有撑住的可能性。另外一个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这个头现在是白棋硬了，就有没有可能黑棋顶的时候，白棋也有可能有一个杀招这回。对，这个地方，他就是断的时候，他还是要顶啊这个棋。嗯，那我有没有可能有些变化？嗯，吃掉他觉得杀气是你杀不过黑棋，嗯，所以他觉得怎么都能顶着，嗯，但是黑棋就是说这个棋顶掉是很舒服的一下，这样比较安心顶掉的话，对对对。白棋还是想着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招法啊，用断了啊。这个地方用断了，这个时候是出、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要出招了，这个棋。对，这个黑棋啊是给白棋的这个机会，就是说他本来他不长，对，他不长，他是肯定是他断是不怕的、哎、嗯，当然这个棋还是得看这个计算，对，到底这里面怎么回事。嗯，现在白棋是肯定不会粘上了，这个我们能肯定了，没有退路了。对，因为这个再粘上这个断就很尴尬了。对，但是这个棋呢一下就变得非常激烈啊，这个棋，这个对，白棋上面要注意还欠着一个提呢，也对对，没事，这个它是多半能走到先手，应该能走到。 嗯， 嗯，现在白棋应该是只能把这三个子吃掉。嗯，要不要尝一下？尝一下可以。尝一下之后有没有可能能紧住黑棋的气啊？尝一下，现在我们能看出来黑棋有点难受，这个棋。嗯，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说要断的话只能补在这儿，补一个。现在呢如果简单说补在这儿的话，白棋是有可能能尝回去。哦，这样黑棋好像是有问题的，如果走他一扑，嗯，这样好像出问题了。这个要注意这个地方的气。嗯，这样一打争这个从这一打就打死了、嗯、对啊，再跑这个就出问题了。嗯，所以说这个棋黑棋的这个次序啊下的是有问题的。嗯，那黑棋现在黑棋有难受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他正常他是要补在那儿，他现在就是说明他只能贴在这儿，这个棋把这个气给紧住。对，但紧住这好像不对劲儿，这一冲好像出问题了。这黑棋怎么这好像黑棋出大问题了。哇，这个地方万万没想到自己之前的这一下，黑棋现在只有带苦肉计，只能先走这个外面。哦，就是他这样他先、对，先走，但先走这个损得很猛，这个棋有点难受，这个只能先这么下。哎，这样呢再打一下，然后那就别打这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吧。啊，对对对对对，打这个，但打这个他现在打这个气不对了吧？也可以跑啊，对，那还不行，那还得可以。你现在再断进去，这就是苦肉计，这连根吃到这儿了，太苦了，这个有点太惨了，这关键这里面我怎么觉得一会儿要双火了？这个脚上特殊性，这黑棋好像突然这个我们现在通过现在实战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觉得黑棋好像出现误算了，这个地方黑棋是有问题的。嗯、对，就刚刚周老师说，觉得尝一下再不顶就很奇怪。对对对，就是。是本来是很舒服的一个次序啊，尝完再一顶，这个就尝完这个再尝完外面再顶里头是很舒服。嗯、但是黑棋呢是贪心，想便宜一个劫财。现在呢白棋这个断是很严厉了，经过这个吴光亚算了三次之后，这个断上去还是很严厉。对，哎，这个地方黑棋好像是遇到了大问题了。这个地方一尝，嗯。因为实战中确实有可能会忽略了就是白棋扑了打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嗯、可能他以为就只是一个转换，主要他现在一长呢他这个时机就是说你正常你的棋形是走在这儿，但这样他便宜了一气他就可以了、嗯、对，那我现在是不是只有贴这个啊，贴一，对，会好一些，他这样也是，但我还是就是对你还是就是你要断着你得卖一下他，但是他还是可以跑，你好像、嗯、好像大同小异。对、哦、现在黑棋怎么办呢？黑棋现在是加在这儿，这个这步棋说实在是一步，
他就希望能这个变成先手。对对对，他现在就是你千万不能冲，哎，这个地方请我们注意，你千万别冲的话，他这个粘先手了，那他这个就再贴就简单了。所以白棋肯定是不会冲的。白棋呢，虎一个是最简明的，但是虎呢就是黑棋以后就是说他这个收完气之后再粘回来会气上好一些。嗯，哎，这个地方是。这个应该是说没有办法的办法走的一步棋，这步棋只能说是这个是有现在遇到困境了，所以说只能现在是有点相当于死马当活马医，没有办法的办法。黑棋的最主要问题啊，就这个时机走得非常不好，就是长调就应该顶掉，要不就不长提这个劫，这个就是快棋上才会遇到这种问题。嗯，哎，这个就太贪心了，这地方能看出来彭丽瑶太贪心了，他长完之后再去提这个给白棋正好这个时机这一段，这出现应该是一个大问题。是，但就像周老师您说的，如果他真的狠心，你就这时候先提劫嘛。对啊，是啊，你也别。把这下长完给自己这个因为这个长一下呢很舒服，因为他在外面走一个，你在里头走一个，这个确实很舒服，所以他愿意下。对啊，现在白棋发力了，白棋是直接补在外面了。哇，这个棋一下子，这个地方黑棋是这个地方黑棋是遇到大问题了。黑棋因为正常是只能往上断，嗯，这样呢白棋是。或者他是不是做活？这个你要是长，这个活的实在是太惨了，太苦了。你这顶没有用了，我这三个子还吃，等于白死了。中间这是啊，这个有点惨。所以正常他是要断的。看看这样是什么样？断的话，断他应该是打。嗯，哎，我能不能打了旁？可以。那这样你木就便宜了。嗯，这好像跟木没关系了。这个有可能黑棋本身是大龙不活，还谈什么木啊？那你粘。现在白吃我，对白棋现在有可能就直接吃你 了、啊、这个你他为什么双在这儿，就是最后嘛，这个请跟我走，我就爬回去，这是有一定可能性，遇到大问题了。现在啊，他果然是不敢断。哇，那这个太惨了。这个棋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地方是黑棋是损失惨重，应该是有点属于这个溃败的感觉。这个地方这个棋黑棋现在是问题很大。白棋现在正常是应该，嗯，这地方他还有吃吗？正常是要虎一个，就是黑棋很简明就过了。嗯、对，也算是止损，应该比我觉得应该比黑棋之前那样好一点。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吃的啊？他现在他先放着啊，就不走了、嗯。反正下面这个也就是个逆收官子。对，他把那个粘上了，他把上面的棋粘上了、嗯。对，在这个战役，黑棋还是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对，粘上了。嗯。这样呢，我们能看出这步棋是成了一个彻底的废棋了。这步棋是完全没有用。是的。所以他这个时机把握不好，就是这个就出现大事了。所以很多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下棋啊，你这个次序错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对。现在应该说形势对黑棋是非常不利的。嗯。这个棋现在黑棋是必须得要走一些非常手段了。所以黑棋现在是下的最强硬的，是跳在这儿。对。嗯，这个地方现在是，这块棋应该是活的，下面这块棋应该是活的，我看看了、嗯，活的还是比较健康，嗯、这个地方活的是的，没问题，这块活是没问题，现在就是黑棋是要，这个应该没有退，哎，哦，做点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嗯，看来就是直接。挡被白棋一断，这个战斗没把握。嗯，上面看能不能走到一下。对，正常白棋是要长的，对，或者接住都可以，这样他就是多了个子儿。对，嗯，当然看白棋现在的心态，如果白棋要觉得自己有本钱，他就有可能中间补一个，补一个是比较简明的下法。我们看他的心态，也有点犹豫，有点犹豫，现在还是有点犹豫。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拿起棋子以后，又再想一想，还是有点犹豫。这个地方，不知不觉间，白棋就只剩下两次了。对，这个保留时间。对，这个棋呢，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中间这个战役啊，现在是白棋是取得了明显的战果，嗯、应该说形势上现在应该是白棋处于应该是上风的。嗯，哎，现在白棋呢就是，哎，是不是要继续跟黑棋硬碰硬啊？对，啊，这个选择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要跟黑棋硬碰硬。对，他觉得你这一个先手不会改变中央的状况。嗯、对。
这个形状是挺白人的。现在黑骑士从道理上是要只能拐住了，只能挡住他。这个不挡也没骑下了，可以说。挡住之后呢，白棋也是肯定是要断上去的。但是，大概看了一下周老师，感觉黑棋也是挺困难的。我们可以给棋友们也看一下。这样黑棋肯定得吼出来。对，我就走一下，我就跳出来，黑棋是不是也不好下？我可以，我就跳。这个时候再跳这个，这个是一个手筋。现在呢，黑棋是不能冲的，哎，这个冲是争死了，所以他只能这个跑。对，所以我还可以再扳倒一下，这个比较关键。对，这个也不能冲，只能走这个，然后再粘回去，对吧？这样感觉黑棋也挺。粘回去，黑棋也是不能断。这个断的话，白棋这一压，这个黑棋是很难兼顾，所以这个棋只能管住。那我这连扳之类的，或者我就断这个，你就断一个吧。我就断一个，你就断一个，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对，我这样抢到先手，把这边下来。黑棋，比如说压这个，我就最直接的，好像也行。怎么下应该都可以了。这个我们看是吃不掉这个白棋的。但是黑棋现在也没办法了，只能也硬着头皮先往上挡了这棋。那我们看是不是基本必然会下到这前几步。对，现在有一个黑棋还是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现在白棋还是有劫财的，就是这个地方不但损了，这个地方劫财白棋还是依然是有的。这个对黑棋来说是比较雪上加霜的地方。所以这个白棋黑棋今天有点这个一招不慎的感觉。对，今天呢应该说，吴光亚的发挥明显是不如第一盘。就是前天的第二回合，吴光亚彭丽瑶，彭丽瑶下的非常好，没给吴光亚什么机会。但今天呢，这个应该说彭丽瑶这一上来就是应该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我们说这个应该早先顶掉的，他没有顶，这个失误是比较致命的一个失误。是的，现在应该说是黑棋明显处于逆境，对这个彭丽瑶是这个考验是比较大的。对，刚刚周老师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现在的战斗明显是黑棋勉强。对，但因为形势所迫，现在也是只能乱中去寻找机会。对，有一个好处就是黑棋现在用时上要比白棋多三次保留时间，这个在快棋赛上，这个多点保留时间还是有好处的。白棋呢现在时间上是处于下风。对，果然是用这招了。对，跳出来，这个因为很清楚，这个棋没有什么变化。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直线的一个计算，这个地方黑棋没什么办法。对，几乎是必然的。几乎对白棋算得很清楚。这个地方那可能黑棋之后就不能拐了，就是在我们后面摆的时候，可能他选择先把白棋争死，然后看上面能不能处理好。对，可能只能换一个迂回的战术。这个棋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这么下。对，像我们刚刚看的，周老师给大家看拐被一断，黑棋有点勉强。对，那现在黑棋大概会先把中间有一定收获，先把这两个子争掉。这样呢，白棋也是比较轻松，就是一个跑出去了。对，黑棋看这怎么能？这个飞回来问题不大。白棋再把这个吃掉。对，这样形成一个转换。可能这个应该是白棋满意。这两个子也吃掉，然后我又连回去了，挺好的。黑棋呢，无非就是争了这两个子，但我这也吃你两个子，就是现在只要白棋跟黑棋打个平手就行了，因为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便宜太多了。这个对黑棋来说是，压力太大了。是的，但是呢，黑棋恐怕也是只能按我们这个实战这么进行了。我们刚才说强拐的话，好像用处更勉强，对，用处不是太大。这个打是本手，对，已经下到，现在是还没粘，现在是想粘。不过刚刚那个变化图，周老师，黑棋虽然争了两个子，但白棋周围很厚的话，其实自身的这个死活也没有完全解决。对，现在黑棋是希望跟白棋在一个地方决一死战。对，最好能形成一个五五开的大战斗。但现在呢，白棋非常厚，而且白棋劫财也很有力，这个对黑棋来说确实很棘手。现在应该是就按我们的预想图在前进，这个棋是黑棋是没什么办法。
那样的话，其实黑棋刚刚这边的控其实味道也很不好，然后中央也不厚，应该说白棋可以满意。对。二十。这个应该说吴光亚下得很舒服这一棋。对。看来是会按照我们的这个一个预想，大概会这样进行。十。啊，黑棋这个地方确实挺难受，总是会有一点破绽。对。大概就是这儿，这应该是只有废了。大概只有废了。对，20，废一个差不多。以后有点味道，还行。这个地方是白棋，有可能还有白棋，还是有可能会有追究黑棋的问题。对，一些组合拳之类的。对，正常这个地方靠应该是能便宜点。但黑棋现在暂时还可以顶住。这样靠断是一个常见的手筋。但现在是不是黑棋可以蹭一下？顶在这儿是吧？暂时可以撑一下，味道不好。对，还是反正白棋有可能会有一些手段。果然是周老师的这个变化图。因为现在白棋就是下的最正常的下法，中规中矩的下，应该白棋形势就非常好。十。现在黑棋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被动，这棋。而且黑棋中央这个确实是，虽然吃了两个子，但自己并不厚。黑棋挺想抢上面的拆二的，应该不敢抢。对，这个正常中间是要走的，这个地方中间是要走。对，现在白棋呢，其实现在白棋非常舒服，白棋现在又很厚，目数也不少。对，所以这个棋越往后下就越舒服了。这个棋是，这个棋对于黑棋来说是压力是比较大的，棋不厚，这个棋，还是得补，没办法。但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黑棋之前是脱先在这个脚上抢了一手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兜兜转转一圈以后，其实他这个先下完全没有发挥出他的效果。对，而且下面也被搜刮得很惨。现在是黑棋比较困难的局面了。20。当然快棋比赛呢，我估计这个时候彭丽瑶心里也是在努力的寻找机会。对对对，现在就是说这机会呢肯定是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黑棋比较不乐观的地方，就是白棋太厚了。这个棋这个对手厚，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对方控多一点不怕，你我可以通过攻击啊，我通过这个跟你对杀啊，能大这个大步的追赶回来，但是对方很厚，你这个棋啊，你就便宜一个一两目棋，有可能不太管用。对，白棋也是走了一个很简明的一个下法。这样正常是要拐出来。对，十。白棋是拐出来。估计就是可能顺势出头。对。然后也对中央在隐隐约的造成一定的威胁。对，现在黑棋吃这两个子儿这块，其实明显是只有一只眼，第二只眼现在还明显看不出来。这是白棋的一个非常舒服的岩石。这个棋很多棋友说为什么一开始不走啊？这个地方，这个应该说是吴光亚，一个是这个在关键时刻走一下，这个可以起到，你看比如说现在就可以延这个，也使自己时间白多一次思考时间。对，另外一个如果是用到那个劫财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因为当时那个上面还有打劫的可能性。对，所以前面的次序还是掌握得很巧妙。对，这一点就是我们人类棋手和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像周老师，咱们平时用人工智能摆的时候，其实他很多这种交换他是喜欢全部都给你走干净，就这种收气什么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其实往往会觉得没有必要，就可以等一等，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做决定。十。现在看上去这边的拐下去很大。现在这个其实从价值上来，他应该还是会走上面他还是要定义。现在白棋应该是正常是靠出来，但是正常是要靠出来，但是他会不会先抢在这边点一点，我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就是正常他是要靠出来，因为靠的你扳是扳不断我的，我这样一冲你这个棋形不行。这一场这个是一个劣形黑棋，
但是靠出来呢，黑棋应该是就是这么翻。那白棋顺势出头。这样黑棋呢也是顺势从这长出来。白棋可能挑一个，大致这样。这样它大概就活了黑棋。这个应该是还能活在这儿。飞一个，跳一个都问题不大。这白棋呢正常是靠着，但是现在呢靠出来黑棋能活，我猜测他有可能会想点一下之类的。就是把它点棋这个眼给它点没了，再怎么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棋在这个地方是在还是花了一次，是在想这个问题。对，现在应该是客观点说啊，白棋非常厚，白棋应该是可以下的强一些。但是呢他现在有可能有优势心态啊，这个下白棋经常跟心理有很大关系。对，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他不想下的太复杂。对，因为他现在总觉得自己是有本钱的。对，他觉得如果能简明一点肯定是更好。但吴光亚应该是这步棋还是很厉害啊，是尖这个，直接尖断了，直接叫尖断啊，这步棋还是比较凶狠的。嗯，黑棋现在是有点难受。如果黑棋如果是退呢，这个地方白棋这么一跑是肯定是能跑出来的。对，挡呢他应该是就要断上去。但还是选择退了。还是选择退了。退呢现在白棋呢是吃这五个子是肯定能吃掉的，但是他有可能觉得未必是满意，他未必满意，因为吃五个子我们加上再跑出两个子15目棋大概能吃出15目棋。对，15目棋有可能他还不是太满意。最狠的是这么冲断他。这么冲你提那再断，这个是比较狠的。对，但这样也是比较乱，这个有点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点乱。这个黑棋有可能一个什么黑棋啊，有可能吃从这吃出来，白棋可能得吃这个。这样我提这样这就是这个就有点乱了。白棋是选择还是走得很稳啊，还是选择是走飞一个啊。对，这步棋很稳健。他是走飞。还有3次。对，吴刚亚还是希望是能稳稳的把这盘棋赢下来，能看出来他现在下的还是很稳健的这个飞。对，连跑有跑的可能性都给他走掉算了。现在黑棋呢，黑棋是在想要不要走一下。对，正常他是应该粘一个。但粘一个呢白棋大概就把上面围住了。正常他应该粘一个，粘一个白棋围上面是很轻松的。这样就黑棋大概还得补一个，这样白棋先手收官。对，我觉得白棋只要能把这边的左边的拐到的话，目肯定是不用担心。所以黑棋现在看有没有可能，黑棋想星位跳下去，他肯定是在算这个跳。他是黑棋，我觉得现在要跳下去，这个棋是个机会，就是说不能按着白棋的意图下。如果按着白棋的意图下，这个棋黑棋的机会不是太大。所以他现在要跟把这个棋啊要走得越乱越好。对，现在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保留时间拿出来。对，现在黑棋我觉得应该是要跳下去，这个必须得进行一个拼搏。对，或者叫胜负手也行。或者怎么，总之就是不能让白棋下得太如意。对，不能坐以待毙了。看他的选择。这个地方，现在时间两个人已经是差不多了啊。黑棋现在是还有2次保留时间，白棋还有1次。这样呢，用时上双方是基本上是不相上下了。对，所以说确实围棋有的时候在自己优势的时候是很难的。对，就是更积极。这个更积极啊！他是已经想好是要反击了。对，只是在反击的具体的抄法上做一个选择。这个应该是力度最强的一副棋。这副棋很看起来不错，力度很强。这比跳一个撂下来的棋。对，这副棋很有力度。这个对白棋来说是一个考验。确实。这个棋最后一次。把最后一次用掉了。这个时候应该说白棋是30秒应该是要下一步棋了。
对，就是在最后这一分钟用完之后，白棋就是无论如何也就只有三十秒的考虑时间了。对对对。我们能看见它其中是显示零次，零次呢就是说这时候没有了，如果再过掉就超时判负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是很考验它这个读秒功夫的时候。是，30。现在白棋呢，因为没有保留时间了，所以它必须在后面要三十秒下一步棋的话，它这个计算一定不能出现大的这个差错。嗯，这要出现差错的话，这个就功亏一篑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现在是不但是考验他的棋艺，还是考验他的心理状态。嗯，三四五，不过这两位肯定都是这个快棋也是身经百战。好，当然现在也到了最精彩的时刻。拖一个是比较稳健的下法。嗯，十，现在呢如果黑棋搬下来，他要搬这个，这样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图啊，你现在是不能断，这是我的理想，把你给吃了。对，然后如果您粘这边的话，我这中间你要粘，对你这个形状断点太多了。对，黑棋啊，黑棋所以要先挤一下，先挤一下，先挤的话也是防住了中间这个跑。对，先挤，白棋正常是要粘上这个子儿的，这个子儿是应该不能让它吃掉。如果被黑棋先手吃，我们看白棋围完空，黑棋就可以抢到这边的这个跳了。所以白棋现在还是要保持要粘这一下，对黑棋不活的一个状态。对，但粘上的时候，黑棋是有可能不要这个黑的，是要搬下来的。对，现在真的，现在黑棋是肯定是要进行这个跟你，跟你搬下来了，这个棋好像是有点乱了。这个对，好像白棋的之前这个尖了飞步调上有一点点的，下的有问题，现在下问题。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乌光亚这个在取得领先之后，他现在是有一些心态上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有点拿捏不好这个度，就是到底是简明收兵还是说继续的这种。就是他想简明收兵，但是呢，对方是不给黑棋还是粘上了。那样那就算了。这个棋黑棋很想搬下来，为什么不搬下来呢？这个地方，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气还有点紧，就是如果是这个强硬的下巴，还要被黑棋冲回来。这样你粘上，我就这样立下来跟你进行转换，这个是很想这么下的。对，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下？对对对，就是走这个，这步棋。这样就是白棋也算连回去了。不过这样黑棋周老师好像中央也不太用补，他应该会去抢那边。对，现在黑棋就是跳出来了。对，可能经过这一番黑棋的一个巧妙的次序吧，好像局面又接近了一些。白棋肯定是亏了，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出来，白棋这个中间这个飞现在等于是完全没有什么价值。他落了个后手，这个跳本身很大，现在这个战役肯定是白棋亏了。对。只是黑棋就是亏这一点，赢不影响改变胜负，对，赢不影响他这个全局的这个局势。因为上面这个地方，这中间我们刚才说这个战斗是黑棋是大亏，是亏的有点多的啊，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白棋小亏一点，有可能白棋全局20，也许还是可以的。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边的战斗。这白棋肯定是要断上来了，还是说再做一个准备工作？冲完应该是要断了，断它应该是要长。长，白棋也大致长。长一下，黑棋是尖一个。那你跳回来。就这么跳回来。黑棋活是很轻松活的。对。那白棋可能这边是不是也有点手段？对对对。大致如此。大致如此我们今天已经到八了，如果是还没有下90，那就这盘棋就结束了，这就叫我们叫超时负。对。这个下围棋是超时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是还是有很多棋手是这个超时负的。对，因为就怕你可能读到八的时候，你如果再一闪而过一个什么念头，稍微耽搁了一下，你这个就有可能。这步棋厉害。这步棋有点厉害。现在征子。征子肯定是白棋有利。征死，或者他压一个是先手，他觉得不怕，因为直接征现在是征死了，对吧？
对，直接整是整死了，嗯，直接这样、正好是这么打死了。我给棋友们摆一下，现在如果是就是如果直接整这个整死了，白棋这个点是没什么用处的。对，因为我这乍一看，我说这整死了，这样再跑这么一吃，这样是打死了。哎，还有刚好这么一打，哎，你粘我这样，这如果说这个以为肯定跑回来，这可就是个大勺子了，这样被黑棋这么吃过来，对，这个不知道他是不是看错征子了啊？嗯，但是白棋呢，现在确实可以引征，哎，因为他这个压呢，应该是有先手位的。对，哎，他可以压一下，你长的时候我再跑，这就问题不大了。嗯，这是白棋希望借个调啊，这是想这么下。嗯，但这样的黑棋，就跟着硬呢，硬一个，把这。因为我这对，你可以随时可以活，是白棋黑棋是有可能会再抢一票。所以他也是在算这个地方，他算的是后面这个压跑完之后的下法便不便宜，嗯，所以这可以看到白棋之前把时间用掉的一个问题，他现在没有得选了，就只能在三十秒之内赶紧做出决定。黑棋还是很有啊，黑棋还是忍住了，黑棋忍住了，忍住了，忍住了。这个地方白棋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是拼的还是很凶狠，白棋还是要点在这儿，对，但点在这儿就是目数好一点，比长的话目数好一点，但是呢，但是断这个子儿呢也明显更薄一些，对，白棋还是慢慢来，飞一个，还是看清这个子，主要是在破空，对，因为他确实救回来的话，黑棋一手棋就活了，对白棋来说用处不是太大。对，所以他觉得还是点一下目数好一点更重要一些。是，而且黑棋活得也很舒服，活完上面白棋的目还有可能会变少。对，所以确实做这样的一个交换，不见得便宜。现在应该说是进入到一个观子的局面了。对，我们可以等这个地方定稍微定型一下，然后给棋友们看一下到底现在形势怎么样。对。黑棋在左边抢这一手确实还是抢了不少目，对，主要白棋这个飞这个价值确实比较小，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目，就本来应该是白棋很厚，应该是能冲击一下黑棋的，对，但是下了半天呢是自己没走到什么目，这个对白棋来说是有点尴尬，对，因为白棋本来是又厚然后还主动权在自己手里，现在好像经过一个冲击反而就是现在黑棋好像有可能追上了不少，我们可以等这个地方完了以后看一下现在的形势，对，黑棋把这个边控全围住了这个地方，黑棋收获还是很大的，对，十，这个对白棋现在来说是控上 是有一定压力的，黑棋把这个边控全围住了，十，我们其实可能大概可以预见下成黑棋退一个，估计退一个，就是现在黑棋赶快中央有没有问题，对，现在这是到了一个关键点了，就是能不能退的问题，退的话中间不知道会不会死，假如说退一个啊，退一个他也如果吃的话病，这个地方黑棋的眼型也没有那么的丰富，这样他再虎这个是吧，我再虎，我是在空，我上面有没有什么手段也对，靠在这儿是吧，对，靠在这儿，反正也是也这个挺复杂的，他但是你现在这没吃着这一下，这挺复杂的，这个地方我们跟起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黑棋是很想退这个的，但他敢不敢，退的话现在这个地方是白棋没问题，白棋是有这么杀黑棋，这个黑棋是有危风险的，再被一冲，这个地方黑棋是有危险的，所以黑棋实战是先搬一下，是打了个将，再搬一下有可能对上面眼型会有好处，有点帮助，黑棋是很想尝到这一下，如果不尝这一下被白棋虎这个木有点收不住了，对对对对，这口有点收不住了，甚至白棋还有搬这可能性啊，对，这整个我们刚刚说的左边的这个边控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是，就黑棋正常这个地方是欠，这个地方是要想抢这一下的，他是打这儿，打这儿倒是好一点，会这样，他会稍微这个，你至少搬这儿现在应该问题不大了，我可以冲过来了，
所以它现在是虎在这儿。这个形状黑棋还是有些难受，这个棋形。对，但这个还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妥协。最强硬的就是利用刚刚周老师说这边可能有七锦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撑住？对，这个地方是被白棋虎现在还是不好收呀，黑棋。黑棋应该是要退，就是说退。那退完这边的棋也，对，就是你要是退，如果你要是敢冲，我就要把你给你断了，这样。他是挡的。那挡这边也被收的挺惨的。对，挡的话，白棋冲了加。冲了加，单加也行，单靠。对，单靠。单靠也行。这个地方黑棋是选择了一个相对，现在黑棋这个地方算是退让了，黑棋是稍微退让了一些。我们可以等把这儿定型完，就差不多目数可以给大家。不，就数到九了，这个我这应该是惊到一身冷汗，就数到九了。对。这个啊。十。挺吃的一个。这个时候是冲好是吧？他还是看中以后脚上有没有可能有点搜刮？这个冲一个不太像什么好棋，因为局部的目数来讲，应该肯定是能够靠到，对，肯定会更好的，对对对，因为粘白棋有冲的反击，对，所以这地方这个好像还明显，我觉得也不如吃在这儿好，因为你吃这儿的话，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冲了顶着一下，就等于现在是被人家挡住了。这明显是亏了两目棋啊！只能说他是不是觉得脚上有什么？我只能理解他刚才数到九，赶快落子儿是很关键。这个就落到哪儿不重要，落到哪儿不重要。这个如果说落不上去就尴尬。这个如果这个其中，我们说这个其中如果没按过去，不管你什么原因，都是要被判负的。是的。所以这个棋，刚才我听到九的时候，是真的是出了一身冷汗。这个二十都替对局者捏把汗的感觉。五、六、七、八、九。哎呦，这个每次都是九，这个听上去真的是很吓人。这个，是。那周老师，我们现在大概给棋友们看一下目数。可以。这个地方应该是黑棋，我们先数一下这个最大的黑棋边控啊，12目14。这是15、16、17、18、19、20、21、25、26，36、37。37是肯定有了，这块边控。37，然后这是1、2、3、4、5，五目棋也是有的，对吧？37加5。42。这块五目棋也是得，这是42加这个五目棋，因为这必须得算五目棋才能活。47是吧？对。47。然后看这条。这是37、42、47。对。这是1、2、3、4、5、6、7、8、10、18，20目应该有了。20目就是67。67。不少目。目还是很多的，67。对，67。我们看看白棋。白棋，这地方现在白棋这边还没定型啊，这个地方我们还不太好数。这块是1、2、3、4、5、6、7、8、9、10、12、14、16、17、18、19、20、21。23、29、30是肯定有了。这地方有可能应该还有一些目，如果该白棋伸手的话。30、33、34、35、40、48、50。我看跟是31、32。我再数一遍啊，1、2、3、4、5、6、7、8、9、10、11、12、13、14、16、18、20、21、22、30、31。刚才数的是31、32、33、34、42、43、47、57。那就67。那现在白棋没有说一定赢这个棋。现在白棋应该说黑棋把这个边控围住之后，白棋现在时控上并不见得好。对，现在等于是白棋盘面落后10目，但是它保有一个先手，就看它这个先手能收回来多少。对，但是我们刚才呢，这个地方是给它这地方只数了3目棋，就现在看黑棋如果只能围补在这儿，那它的这地方黑白棋还能目数再增加好几目棋，这样呢形势有可能白棋还不错。但是现在黑棋彭丽瑶现在是也是下的是最狠的，他是要把这个中间这点空档给它破掉。对，非常精彩啊，在这个后面。冲。对，这个地方应该是到了决胜的时刻了。对。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又是九，又是好，推这个。
那还是因为白棋肯定更想的是狠一点，看看有没有可能。但好像上面这地方，黑棋有活的手段。对对对、嗯、对，好像应该说白棋退应该是一个退让的下法。这个棋我、嗯、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白棋不是太乐观。嗯，黑棋应该是能把这个子儿扳死。哇，那这个扳我，哎呀。现在这个棋白棋好像步调很不对、啊、对对对，白棋的步调有点乱。嗯，这个棋十中间的目应该说比之前更少了。嗯，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九，感觉这一串确实嗯嗯，白棋有点变调啊，对对对，这个中间，嗯，对，看我们之前的这个判断来看，刚刚中间白棋是需要围目数的，是是是，对，但现在看到，这个目数好像能不能保住又是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白棋这个地方冲过来呢，也还非常复杂，啊、应该说现在其实到了局面最激烈的时刻。对对对对，嗯，对。但比较遗憾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把这盘棋全部讲完。那么待会儿棋友们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体育频道的体育新闻来看一下这盘棋的赛果，还有其他的一些赛讯。嗯，那周老师，要不我们就截止目前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嗯，应该说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占得了很大的这个先机啊。嗯。但是后面黑棋是明显是下的有点保守，不是不是，白棋下的有点保守。嗯。然后黑棋成功的把这个边控围住了。嗯。现在应该说形势还很难讲啊、应该看这个是最后的收束是会是最后本局的这个胜负的一个关键点。嗯，是，所以这。嗯，所以这也是快棋一个很大的魅力啊，就之前我们以为黑棋一招不慎以后会很危险了、嗯、对对，但是在后面一个是黑棋的一个也一直在顽强的拼搏，对，然后另一方面白棋可能在优势下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尺寸可能有一点点的值得商榷，现在又到了一个双方可能势均力敌的一个是是是精彩时刻，是是是是，现在鹿死谁手还不好说这个东西，是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精彩啊！那很遗憾不能给大家完全讲完，但是待会儿的结果，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体育新闻来确认一下。嗯，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解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嗯。